么？绝对不嫁。大泽深，废柴二十组。做什么？今天炖你。武力之差，脾气又这么差，我还嫌你当我的灵兽呢。如此，我倒偏有点期待他们俩能擦出点什么火花呢。我将你与古晋结成种族契约。跟小爷斗，你还嫩了点儿。宝典上说不能和气主硬刚。激将法，催眠术，如何驯化我的主人？这位是阿音，也是我师妹。多谢多谢。我说一直为何练不好青花瓷，于是我与你根本就不在一条心上。你是我的小仙兽，怎么一点默契都没有？哪里来的仙君，胆敢擅闯紫月山？阿音是我道德山的师妹，我不许任何人欺负戴蒙的。那认真起来，好像也有那么一点点帅。我睁眼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你，我最信任的人也是你。我想纵然没有主仆契，能不能结一个姻缘契，让我们一直在一起。赶紧给我解开。陛下，这殿下都让人扛走了。年轻人的事儿啊，管不了。